今天是11月20日，1943年的今天，八路军滨海军区取得赣榆战役胜利。日军大本营为支援其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于1943年夏季以后，陆续从中国战场调出部分兵力，使得其在中国侵占区内的兵力相对减弱。特别是经过中国敌后抗日军民连年的沉重打击，日军在华北战场逐渐失去主动权。而力量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八路军，在某些地区开始占有局部的相对优势。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抓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有利形势，和中国敌后战场形势发生的有利变化，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持续不断的局部反攻。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首先发起攻势作战，赣榆战役就是其中之一。1943年7月30日至8月下旬，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先后发起渭南战役和临南战役，歼灭日伪军1.2万余人，解放了渭南、豫北广大地区。继渭南、临南战役之后，八路军山东军区抓住有利时机，决定在鲁南、滨海等地区发起攻势作战，以策应鲁中清河军民的反扫荡斗争。11月19日，八路军滨海军区为粉碎日军利用驻守赣榆城的伪军蚕食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先发制人，以主力第6、第23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发起赣榆战役，攻击江苏省赣榆县城内的伪和平建国军第71旅及伪赣榆县保安队严井等守敌。当日晚9时半，滨海军区以突击队化装成伪军，通过内线由城东北门顺利入城，全歼守卫城门的伪军一个排。接着八路军主攻部队突入城内，向伪军展开猛烈攻击。在争取伪军一个团中立后，集中兵力打击其旅部和另一个团。在八路军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伪旅长李亚帆于20日上午率部投降，赣榆城顺利告破。其后八路军乘胜扩大攻势，将赣榆周围的13个日伪军据点全部拔除，后因日军反扑，八路军退出赣榆城。滨海军区政治委员福竹亭在作战中英勇牺牲。赣榆战役中，八路军共歼灭伪军约2000人。